要找五个牛只，五只啊！哎，那边有个牛只，有个牛只，有个牛只，好哦，有个牛只，有个牛只，哎，是我们的人吗？哎，那个两位。确定要锁定这只牛，就是它会算一次机会哦，所以只有五次机会，你自己想清楚。有的牛是好运的，有的牛是坏运的哦。等我们一下哦。哎，怎么会有这个牛只啊？哎，等一下，他说选的就要确定哦。他说有好运牛跟坏运牛。我里面可能是好的，也可能是坏。那能先了解一下你是哪里来？我是屏下的助理。哦，那个DD52。对。OK。你弄个表情暗示是好的还是坏？对对对，给个提示嘛。二、三，太近了。这个先走，这个先走，你先走，这个先走，哇塞，这个先走，先走。好，啊，我跟你讲，好坏自己承担了。好了啦，我觉得二三，你先把张可爱，这是什么？恭喜，是好的。恭喜你们找到好运的牛，就有得到拿奖金的机会。一分钟的时间内，对，套圈圈，只要套中他的牛角，每一个圈圈都会换成奖金。他的牛角，对，他的牛角，也可以两个一起啊，你们自己决定。那时间是一样的啊，准备好，我们就开始，就开始啊。等一下，你们可以先瞧好牛角的位置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要瞧一下。是故意在 touch 吗？没有，你完全没 touch 到他。你们是不是那个今天没有闻到香香太久？对，他们说皮肤干燥。好，站好，不要动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最用完这一剪是绒绒。绒绒啊，这个看起来有一点 hokey hokey 的。哎，对，福气。好，就选它。好，选它，选它。哎，什么？恭喜你是好运，我们就可以进行任务喽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来。最后那一个好像是喊停完。不是，没有啦。可以让我进一个。来。我压线哎！2、4、6，六个等下会最后会累积换成奖金，我会把它记下来。6万，好了，计时一分钟开始。你头别动，快点！好，给我，快点，没了，没给我。最后五秒。好，谢谢。5、4、3、2，现在干嘛啦？3个，大家好，我是Team Fun的佩涵。我们决定要你了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恭喜获得任务成功。我觉得有风啊！啊，不要啊，麦砍多啊！哎，有中一枚啦！先给我，来，先给我，先给我。五个漂亮，六个，哇，7个，最后10秒，哇，大哥，以后都你在投，哦，好，yes， 厉害，真的哎，八个，2、4、6。终于找到你厉害的东西，我也很幸运值很好。演艺圈如果骗前辈，会长不高哦。啊，相信你，我也觉得，他应该不太会爱。要扁吗 ？Yes。Yes， 好了。40秒喽。你可以打爆我。哇，这一把大，我们可以不用了。2、4、5。
二四六七七十二十二十一二三二三二三，我们可以变完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你会红，叫什么名字？新平。新平。新棒的新。我们在他这边拿到十二个，真的哦，都没有人发现你吗？是经纪人吧？你好可怜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你碰到我就要去。对，我没有碰到，我没有碰到，有有有有我没有碰到，有这么积极的、喔？所以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机会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是要再找。我们现在已经有，我们还剩一个，我们剩最后一个那个。好了，工人，我们真的工人给个机会。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芝芝，芝芝什么星座？你要早讲。大家在公司会遇到的。好。耶！你要被画连惩罚。恭喜恭喜。那还好，那还好。谁画？眼镜拿下。谁画我？那你帮我画个眼镜。他们有要留情的意思。直接。好了。画了。你那个是帅的，我是帅的，对啊，你这个也不赖啊，才怪呢，你来看一下哈，认命认命哦，哎，好，哎，笑完就来玩啊，笑完就来玩啊，不好意思，哎。两个都要，对，两个都要，两个都要，不要看他们画，反正，那我宁愿给芝芝画，我也觉得，哇，我老板小董是不会手下留情，他把他画的有一点脏，对，可以吧？好，好，走，谢谢你。